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知道 ChatGPT 了，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人工智能聊天的这个网站。那我今天突发奇想，我就问了他一些有关于机械键盘的问题，有的问题他答的真的非常好，那有的问题我就直接把他问宕机了。那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怎么评价客制化键盘？他的回答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非常的惊讶啊！如果要我对一个小白解释什么是客制化键盘，可能有一些细节我还得要跟小白去说。但是你如果要我做一番总结性的发言，那我一下子还真的是说不了这么好的，于是一下子就把我的预期给拉高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尝试问了他一些相对更加专业的问题啊，你比如说如何评价 Cherry 轴的杂音的问题，这个话说的就非常非常的官方了啊。我并不是说他的这个回答有问题，他的回答严格来说是正确的啊，但是我感觉 ChatGPT 从我的提问方式当中知道了我想要获得的是某一种情绪的价值。你把这种回答的套路搬到某个大众公认的好产品上，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比如说某某产品它是公认的好产品，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，可能会影响一部分的用户，但是不是旗下所有的产品都是会这个样子的哦，你用着用着它可能会有所改善，所以我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评价。是不是任何的产品都能这么套进去？我觉得这真的是情商一波直接拉满。后面我想，他既然能够评价 Cherry 轴，那我是不是能够让他评价一下某某具体的产品呢？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在国外刚上市没多久的键盘评价怎么样。他就说我只是一个人工智能助手，没有办法对这个东西做出评价。那新的键盘不行，那我就问一下老键盘吧。那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 Vilco， 那他的回答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但是据我所知 ，Vilco 的所有键盘它都是没有按键的，这就已经是出错了，已经露出马脚了。那据说 ChatGPT 的认知模型还是比较旧的，所以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，它没办法回答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有这个原因吧。那我接着呢就不再让他去讨论某一个具体的产品了。我就问他一些比较高深一点的话题，比如说语音输入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完全代替键盘呢？他的回答是这个样子。那至少 ChatGPT 的答案呢还算没有违背我的价值观。那说完了未来呢，我就问他一点键盘的家长里短啊，我向他提问了高价键盘的问题，他的回答是这个样子。回答也基本的正确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而且针对性也很强。不是有的博主说 ChatGPT 都能够帮助他们去写视频的脚本了吗？我就问他如何做一个键盘类型的油管频道啊，结果答完一半 ChatGPT 他竟然宕机了。我点击重启进程然后再输入问题，他还是直接报错，过了一阵他才自己恢复。ChatGPT 它的这个聊天模板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，但我不知道如果用英文去跟它交流的话会不会得出更有意思的结论。一些很知名的科技媒体会考虑使用 ChatGPT 来作为一些视频脚本的辅助的工具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一个十万个为什么，它也不是十万个为什么，纠结其内容你就已经输了。在最后我又忍不住向 ChatGPT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问完之后我反手就是一个吹爆了。